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给大家看的是少女时代的迷你四 album， 然后 Mr.， 然后这也是少女时代九个人的韩文专辑，就最后一张的韩文专辑，九个人就希卡还没有离队之前的，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特别的意义。当时看到真正的签名，所以我就收了。然后这个也是 Fake 版本，可以看到，然后这里是 Not For Sale 的，相信吗？就不是市面上售卖的那种。背面是九个人，每个人有一格，然后小渊在 C 位，然后这里也是。外卖的标志 ，OK， 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少女时代这一张专辑，就是非卖品，很多都是假的，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诧异，因为没有想到，就是韩国大部分的组合或者是 idol 的非卖签名都是真的，这我可以说，我不敢说100%，但至少有90%都是真的。然后就是，而且购买的粉丝其实是大部分是可以认得出来的真假，但少女时代的真的是很少，特别是这一张，我从我看到过网上各种各样的那个签名，除了签售会以外的，我基本上看到真正的签名没有超过3张，我只能这么说。经过好几年，真的是很好几年的研究，然后我自己也有被骗过，或者是那个时候不懂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签名的真假，然后也有在淘宝买过那种兔签，真的是被骗还是很惨的，就是被骗还不如去买普通的专辑，那样给你也可以省很多钱。好，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真签的 Mr.， 然后里面的贴纸，这个贴纸是我自己私下就是收集的三款，因为这张专辑没有小卡嘛，所以只有三款不同的贴纸，这个也不是特别难收，然后价格也很便宜，有一张彩版的，然后还有两张黑白版本的，然后有一张是女儿在中间，还有一张是 Tiffany 在中间，就有一些不一样。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就不用管了，然后签名的部分，我签名的专辑在前期我都没有打水印，就是没有想太多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为了防止某一些小人会拿就截图截视频的图去骗人，所以我就打上水印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理解我，但是我的视频都还算比较清晰，所以你可以看得清楚的。然后这一张可以看到，我就分别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这个是 Sunny 的，我觉得真正懂的朋友可能能看出来真的还是假的。然后这个是 Tiffany， 因为这个 背景很黑，然后他们又是用黑笔签的，所以就很混在一起，很难看清楚的视频。然后这个是徐贤麻妹的，然后笑渊，然后这个是秀英的，然后细看这个是 Yuri， 然后这个是允儿。其实我这张允儿签的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就是至少它是真签了，不会是很多那种非卖的假签，我真的是很受不了看到很多人被骗，但是我不好在下面去说，就每一张都说你这个假的，其实这个真也没有意义，只是说大家自己就是看清楚。太严里面的内容我就大概晒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已经看过里面的内容。 Oh gosh， 我听到有一个不响的，应该是脱胶的声音。小烟小烟烟徐贤 Sunny Jessica 宝美泰妍，我们的主唱大人 Yuri， 然后这边是允儿，这边是小渊，这边是 Sunny， 这边是泰妍。哦，秀英这张也很美，黑白了，毛妹跟 Sunny， 希卡跟 Tiffany， 秀英 Yuri 跟女儿 Tiffany， 希卡。我真的没想到这张是希卡参与最后一张就是少女时代的专辑，虽然说日本那个是精选集，但是就是韩国这边这个真的是最后一张，所以是猝不及防的，然后就离开了这个少女时代。当时我真的是不能接受，然后也真的表示很无奈，但是真的就已经离开了。我也不能说我站哪一边，因为九个人我都喜欢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说。因为当时我记得就双方的粉丝其实是有一点点口角的，有一些就有一些站希卡，有一些站八支，然后就吵啊。但是我觉得没有意义，因为不管怎么吵，离开已经成事实了。是希卡也是从少女时代出来的，所以没有希卡，没有少女时代就是也没有希卡。然后，希卡在少女时代这么多年，其实他也付出了自己的很多青春汗水。然后，所以就是好聚好散吧，只能这么说。然后现在，少女时代是也是后来十周年以后，也只剩下允儿，然后笑渊、Yuri、Sunny， 还有泰妍，其他剩下成员也都自己有自己的想法，可能就没有再继续续约了。但是我觉得少女时代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时代的标志。也是 K-pop 音乐的一个传奇组合吧。我觉得女团即使现在大势女团那么多，少女时代是一个没办法超越的组合，任何女团都代替不了。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视频，还有任何的疑问可以给我发私信。
然后或者是留言，记得多多给我点赞，然后投币，拜拜。